要下大雨，但是没办法，要穿那个防晒衣，不然砍那些砂糖橘树会刮到手。那个砂糖橘果树上面有很多刺的，我手上都被吃了好多，还在上面断在里面的。休息一会跟大家聊聊天。种植的砂糖橘真的是彻底失败了，我2008年开始回来种植砂糖橘的，没挣到钱，今年全部干掉了，然后准备养殖，现在砍这里然是拿来种草的。很多朋友都说劝我去外面打工，其实打工呢我也考虑到，现在的话疫情期间出去打工的话，找工作一般工厂的话订单都不稳定，然后也没赚什么钱，我就想着在家里养殖养牛羊，大家觉得靠谱吗？我们不是大规模养殖，我们就是农户小规模养殖的这种，所以呢像我种草的话不用去出地来种，自己家里有地就可以了。像我们在农村呢，除了种植就是养殖了，就是这两样了。现在种植的话，大部分农作物一般都不值钱的，我们种的像现在的水果啊都很便宜，特别是砂糖橘这些柑橘类的，而且现在的农药化肥长得特别高，去年的肥料的话200，今年都涨到260，一包都多了60块钱。所以说种植的话基本上不赚钱，养殖的话我也不知道赚不赚钱，物价上涨得特别的快，但是我们种的东西就是我们农村有的东西，大家又不涨价，我们在家只能这样子维持生活了，去外面又不会做生意，打工呢现在疫情之间也不好做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现在养殖的话好不好呢？靠不靠谱呢？我觉得呢像我们在农村的话种植现在我觉得我是不可能再种了，养殖的话我想试一下，因为现在的牛羊价格比较稳定，就像跌就算跌的话也不会跌多少，牛羊呢就算今年它不好卖，我们可以养到明年后年卖都可以，因为它可以繁殖嘛，所以我还想试着养殖一下，不管成功与否，大家觉得我现在的这个想法靠谱吗？我后面这些砂糖橘我都砍掉来种草，里面还有那个茶树，之前我家这块地呢刚开始是种茶籽树的，后面就是跟风种植砂糖橘，所以就种植砂糖橘了，但是那个茶籽树没有挖掉，所以还留了一点在里面，现在把砂糖橘砍掉然后种草，让那个茶籽树在里面也没关系的。这个茶籽树都已经结果了，去年都挂果了，去年我都拿去打油了，今年也结了蛮多果，这里已经差不多砍完了，准备收工了。本期视频就先拍到这吧，拜拜。